缝进了我们家，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是凤儿一人在那操持着。凤儿，今儿妈敬你一杯。哎妈，打起来，我们大伙儿都敬嫂子一杯来。凤儿，辛苦了啊，三婶，辛苦啊。哎，带上我呀。来，谢谢妈，谢谢大哥。烫咸呐！爷爷，您少喝点这汤，嘌呤高容易得痛风。哎呦，这丫头哪儿那么多讲究啊？我们天津人就好喝这口羊汤。哎，对了，兄弟，那老哥几个没修理你吧？哪儿能啊？哎呀，那老哥几个呀，好着呢，陪着我这趟逛呢，哎，还送了我一大堆的礼物呢。哎呦，这还差不多。别的我不敢说啊，就你们北京人这份热心肠，真的是没话说。我说句不好听的，每年呢，我都盼着过年，能到您这儿来拜年呐，为嘛呀？啊！你们这热闹！要我说呀，亲家，您看您一个人在天津住着，孤孤单单的，多没意思，也让凤儿不放心，干脆搬过来吧，咱们一块儿住着，多热闹啊！搬过来好。是啊，我跟我爸提了好几次了，他就是不愿意搬。这个。我这闺女啊和这女婿啊开饭馆，按说啊我应该来帮忙的，可你们也知道我搁天津啊也待惯了，让我一下住到这儿啊我还真不习惯，而且你们北京的房价呀也太贵了，我真的买不起呀。爸，别着急啊！等我挣钱了，我给你买啊！这话我爱听，斌子，这话我爱听。他呀，就会动嘴。来吧，那我也爱听。来来，敬你。加油啊，三哥！哎，爸，饭店的装修全部完工，桌椅板凳家伙事儿全部备齐，您还满意吗？凑合吧。我累得都吐血了，才老一凑合呀。妈，你也看了，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挺好的，古香古色，挺幽静，还挺气派，是吧？小珍、小丽、小孙啊，他们都回来了，正在打扫呢。我看着。照以前，少了不少人呢。啊，是这样的，有的人春节回来之后啊，就去别的地方打工了，有的回来老家就不再回来了。
不过小孙、小丽这些老员工都说了，愿意跟着咱们干。妈，人虽然比原来少了，但咱改的是私房菜啊，原本也用不了这么多人，现在的人员配置正合适。嗯，我同意。那咱们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呀。那劲儿，你说还欠什么呀？名字呀，咱何不能还叫嘴巴仙吧？哎呀，名字都是现成的嘛。维天居啊，这牌匾不是早就做好了吗？维天居这名字倒是不错，但咱们现在开的是私房菜呀，对吧？我总觉得这名字有点不合适，是吧？嗯，我觉得就是说的对。嗯，要不咱们改名字就叫庄稼菜。嗯，这名好啊，简单明了。嗯，一听就是爸开的饭馆啊。嗯，那就那么着啊，就那么定了。这回老爷子乐了，是不是还想开一个盛大的开业仪式啊？哎，开业仪式就免了吧，太张扬。爸，开饭馆不就得张扬点吗？你懂什么呀？我开的是私房菜，啊，我有我的经营方式，我都想好了，到时候把老董，还有咱们京城那些著名的食客，嗯，请到咱们饭馆来，让他们尝尝菜，给点评点。太好了，我们又能学新菜了。行，选个好日子，啊，咱们庄家菜开业。庄家菜，哎呀，这味道可好！这个葱烧海参，这是他们的看家菜。现在一看，新菜又来了。大侠老师，请慢用。来，哎呀，这漂亮！来，别客气了，媳妇儿动得快了。好，齐全呀！别客气。哎，您来，尝。来，您坐。这菜真是是。哦，大侠。火燎鸭心，哎呦，大爷，请。好，来，大伙儿一块儿尝尝。哎呀，庄老连白玉杯都用上了，哎，这讲究，哎呦，不错呀。哎，正好菜上的呀，差不多了，您来，赶紧坐。哎，最后一道大菜，各位上演，清蒸石鱼。嘿，好。庄老，来，你快坐。哎呀，以清蒸石鱼压轴，够档次，够讲究。上次啊，我在鸭馆子吃了一回石鱼，好嘛，鱼鳞全给挂了。快呀，我当时就想让他们退餐费，完全大外行，根本不知道石鱼吃的就是鳞。你们看庄老这鱼做的啊，重点的佐料都没放。就怕盖住鱼肉的清香。哎呀，尝尝啊，尝尝。嗯，鱼鳞入口即化，慢火蒸的，够功夫。来，大伙尝尝，来，吃。哎，我说东老啊。我这个馆子是按照您的意思，总算是开起来。是，您给品鉴品鉴啊。菜就不说了，装修、家具、摆设、杯碗盘碟儿，都算讲究。不过，
我总觉得您这馆子里缺点什么。哦，缺什么呀？您这中堂上啊，缺一个镇殿之宝物。宝物？啊，什么宝物啊？缺的就是慈禧老佛爷当年赏您爷爷的那只珐琅彩掐丝龙凤门金碗。啊，珐琅彩掐丝龙凤门金碗。我说董老，您知道的还挺清楚，多新鲜呐！你也不看看我是干什么的？我这一辈子呀，就喜好研究跟吃有关的东西。当年慈禧老佛爷的寿宴，你爷爷献上了一品清汤琵琶宴菜，老佛爷品尝之后大悦呀，不光下旨赏赐了御膳房的100多位厨子，还特别把那只珐琅彩掐丝龙凤纹金碗赏给了您的爷爷。这件事儿啊，秦文行的野史里是有记载的，行里的老人都知道，我能不知道吗？如数家珍，佩服。哎呀，庄老哥，咱们俩这么多年的交情了，我这到现在呀，还有一件事儿云里雾里的，您能不能帮我这个黄土埋了半截的人答答疑、解解惑呀？啊，您想问什么，尽管直说。我就不明白了，御膳房这么多名厨，300多道精美的菜肴都没要下赏来，您爷爷凭什么一碗简简单单的清汤琵琶宴菜能得来这么大一个彩头啊？这要是别人问呢，我绝不会告诉他。咱们俩这么多年的交情，你又为我们庄稼菜出了那么多高招，是吧？既然您今天想问，我要是再不告诉您，那我庄维天就不够举起了，对吧？庄老哥，谢了。您其实啊，说破了，简单之极。哎呦，您就别卖关子了，快说吧，我都快急死了。我爷爷那道汤啊，没放盐。没放盐，这怎么说法啊？你想啊，老佛爷吃了300多道菜啊，酸甜苦辣咸尝了一个遍。那个时候，老佛爷已经口味极重了，是吧？等到我爷爷这道清汤琵琶宴菜，老佛爷喝下去，顿感清淡爽口，美味无比，所以呀，龙心大悦。哎呦，也就是说，您爷爷这道清汤，把老佛爷之前尝的那300多道菜的所有口味，都中和到这碗汤中，混为一体，把这次寿宴盖了一个完美的盖儿。说白了，老佛爷吃了300多道菜，齁着了。他渴呀，当时你就是给他上一碗白开水，他都会觉得鲜美无比，因为他解腻呀。哎呦，绝，太绝了！这是什么呀？这就叫智慧。我哥哥继承祖先的智慧和厨艺，把你们庄稼菜开好，把你们家这点绝活接着往下传下去。我会的，所以我才让您把这只金碗请出来，堂堂正正的置于中堂之上。我也想啊，可是珐琅彩掐丝龙凤纹金碗它没了。庄老哥，我知道你想什么呢。
我送您一句话，啊，请指教。时代不同了，杯弓蛇影，大可不必。小姑，嗯，你忙什么呢？忙什么？改书稿呗。哎，你别忙了，别忙了，你看看这个，来来。这什么呀？这是我精心为你准备的，这个是一个交友网站的网址。交什么友啊？忙着呢。哎，别呀！这是我爷爷奶奶、我爸特意安排我给你送过来的。你想想，你这终身大事儿，那可是全家人都操碎了心啊！不用你们操心。那小郭，你这一天天，你不会是独身主义吧？你看我像吗？那，你有那方面的形象？嘿，你欠揍是吧？你这孩子！别急，那这样。给我点时间，我给你好好介绍一下这网站。这个网站上面的人非富即贵，那要么身价就上亿，要么就是一个企业的精英，不是一般人能当这会员。我也是费了好大劲把你这副教授给加进去的，而且实名制，保真。他真不真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得。反正这是我的任务，这网址、注册号、密码我全给你写这儿了，我任务完成了。至于看不看，就是你的事儿了。我走了啊，来，赶紧走吧。哎，万一你要是真捞上一个5克拉钻石大钻戒，请我吃饭。找20岁的，什么呀？这就是一凤凰男吗？这是。哎呀，舒服点吗？舒服点了，能不舒服吗？哎，老婆子，以往啊都是我这厨子伺候你这格格，今儿有幸让你这格格伺候一回我这厨子。看把你美的，能不美吗？打心眼里美。我刚才听你说老董跟你说的那些话，我觉得有道理，你怎么没跟他说实话呢？老董的意思啊，我明白。他是说我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没那个必要。时代不一样了，那种事情一去不复返了，不会再发生了。你还怕什么？我怕，我是真怕，我是怕了一个人。你是说？哼！哎呀，可是
这个人消失了这么久，到现在也杳无音信呢。我跟他之间的那个恩怨呢，就是因为咱祖传的那个金碗和菜谱。杳无音信，我怕的就是这杳无音信。哪天万一他要是再蹦出来咬我一口，我防不胜防啊。都40多年过去了，会吗？嗯，别人也许不会，可他，太要脸面，争强好胜，从来不服人。他心中的那个结要是不解开，什么事儿都能做得出来。这是何必呢？买菜这么点小事儿，还要您亲自出马吗？那是必须的。那天，董老吃了我做的菜，说这菜照以前呢，还差点意思。我门儿清，那是原料的事儿，让志斌采购就知道图便宜，根本不会挑。那我以后好好挑不就得了吗？你倒是会挑啊。这里学问大了，我必须带你们来几趟，等你们学会了，我就能放心了。爸，志斌是什么都不明白，但我多少还懂一点。要是买菜这种小事儿都让您亲自去，我们做小辈的就太过意不去了。再说了，不就买个菜吗？有这么重要吗？我们做的是什么呀？菜呀。菜是给人吃的，往小了说，那能影响到人的食欲和口味；往大了说，能够影响到人的健康和生命。也太夸张了吧？有这么严重吗？我说，志斌啊，你们两口子知道这个百年老店同仁堂门口那副对联写的是什么吗？不知道。不知道。秋河无人见，存心有天知。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不知道。什么意思？虽然这药材啊加工配制无人监管，可是也不能干背着良心的事。因为你所做的一切，上天都知道。药行如此，我们秦行更应如此。你出的每一道菜，都得无愧于心。这就是我们这行里说的德。每一个厨师啊，都必须有德行。你们永远记住我说的话。嗯，记住了。记住了。人就要有德性。庄女士，人生在世，贵在有自知之明。每个人都有他应有的位置，你觉得你在这里出现合适吗？
你有什么权利去评价别人应该是什么位置啊？你是不是当董事长指手画脚惯了？对不起，我不是你员工，原话奉还。人生在世，贵在有自知之明。对不起，我无意冒犯，我只是对您有些好奇。有什么好奇的？这个网站有资格成为会员的，都是各个业界的精英。虽然你有姣好的容貌，看上去也很知性，可我不客气地说，您并不具备成为这个网站会员的条件。所以我很好奇，您是怎么做到的？我怎么做到的？跟你有关系吗？当然有关系。如果像您这样都能轻易地成为这个网站会员的话，那我真要考虑考虑，我还有没有在这个网站存在的必要。你这个人说话太刻薄了吧？在你眼里，人的品行是靠金钱和地位去衡量的吗？那我告诉你，每个人都有他追求幸福的权利。退不退出这个网站是你的事情，我的容貌如何，是否知性，用不着你来评判。顺便告诉你一句，我也很羞于与你这样的人为伍。爸，来的忒早了吧？你看这好多摊儿正上菜呢，一点都不早，是吧？这时候的菜呀才新鲜。那过些时候人多了，那好菜被挑走了不说，是吧？这菜啊，让人摸来摸去的，哼，都糟蹋了。大爷，您来点什么？哎，爸，这菜不是挺新鲜的吗？他这个摊位的菜啊，十有八九大棚菜。您这个大棚菜和一般的菜怎么区分的呀？真是，一种菜还能长出俩模样来，新鲜。嗯，一点都不新鲜。大棚菜的特点啊，是高科技催熟的。二呢，就是反季。你别看错两个月，那也是反季菜。哎，那跟那个时鲜菜就没法比。哎，你看那个摊位了吗？那土豆，还有那个莴笋、芥菜、白萝卜、香椿，那都不是啊应季菜。估计他这个摊位上别的菜啊，也都是一个地方出来的。爸，我们庄家菜要求这么严格呀，必须用时鲜菜，不能用大棚菜。对，这个，到我这饭馆来吃饭呢，啊，必须预约，啊，自己点菜不行。目的就是为了保证质量。啊，同时也要保证，必须得是时鲜菜。来点什么菜您？你这芥蓝是哪儿上的货呀？广东的，保证新鲜。新鲜倒是新鲜，可是就这菜品啊，差点意思。哎，我说，大爷，您可别胡说啊！我这芥蓝都是从广州空运过来的，哪儿差啊？你说，你看，还不服？那我就跟你上一课。小伙子，不是说空运来的东西就都是好货，是吧？芥蓝呢，讲究的是杆儿要粗。你这虽然不是很细，但是一看啊，也就是二等货。哎，再说你看，你这个茼蒿绿叶菜呀，是吧？看的是它的颜色。是吧？这绿的越脆，是吧？越透亮越好。你瞧你这个，都绿的发黑了。哎，你看，多脆呀，是吧？保证没滋水。哎，小伙子，以后再上货呀，长长眼吧。哥们儿，认倒霉吧啊！今儿碰见脸刁的了。摄影师，是。这摊位上的菜还行，我
看着还不如那两家呢。你就是一棒槌。凤儿，你记住了啊。哎。这个大棚菜呀，用的都是化肥。你看，这个菜，你闻闻，虽然菜叶子上喷了点水，但是菜叶的土上啊，闻着还有一股子这个粪味儿，它施的就是农家肥。嗯，您还真识货。我这儿的菜啊，都是有机菜。您瞅瞅，这是国家发的食品认证标志。你要多少，我给你便宜点。嗯，我说老哥哥。我呀是开餐馆的，嗯，你这儿的菜要是都能保证是这样的菜，我的采购可就常到您这儿来了。您放心，我跟这儿多年了，靠的就是诚信二字。没错，咱们做买卖嘛，靠的就是诚信啊。那个，哎，凤儿，回头找这老哥哥要张名片。好嘞，是吧？咱们出来之前呢，打听好当天都有什么菜。嗯，行，爸，要是今天不跟您出来买菜。这些我还都不知道呢。哎呀，买了一辈子菜啊，还用这么着费脑筋呢？一会儿啊，到了海鲜肉类柜上，你们学的东西更多。能跟你羞于为伍的人做进一步的探讨吗？我现在开始对你有兴趣了。沉默有时候也是一种懦弱的表现。你是那种懦弱的人吗？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视则宽严节物，后来治蜀要深思，此联与你共勉。武侯词联。武侯词联用到此处，你不觉得有点不伦不类吗？可笑。攻心使对方之进退，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上策。明白了，你以如此强势的姿态，用犀利的语言来打击我的自尊心，是想借此引发我对你的好奇，并让我从开始就处于劣势，逼迫我反侧自消，好让你不战而胜。看来，你对我是别有用心呢。聪明，看来我没有选错人。那么下联就是告诫我要掌握分寸，认真考虑与你交往的态度。我说的没错吧？极品女人。我就不明白了，像你说的，我跟你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你为什么会对我产生兴趣？在这个网站里充斥着太多庸俗、拜金、自命不凡的女人，可你清新、自然、卓尔不群，也像你说的，一个人的品行不是靠金钱和地位来衡量的。在与你比战的过程里，我看到了一颗自尊、自爱、自信的心。我相信我的感觉，你就是我要找的极品女人。哼，先把你贬得一无是处，打掉你的自尊，再把你捧上天，让你受宠若惊。高手，看来你阅人无数啊。怎么样，敢不敢跟我这样的高手过过招？
激将法虽然老套，但有时候很管用。我倒真有兴趣跟你交交手。太好了，看来我第一步的目的达到了。别太自信，我对你的目的不感兴趣，我只是想了解像你这样的人的生活方式和状态。哦，窥探别人的人生，你心里不太健康啊。彼此彼此，我看过你的照片，你去过的地方还真不少。让庄小姐见笑了，其实那些照片只是我去过的地方的一部分，跟网上上传那么多照片实在太麻烦了。我不喜欢繁琐，化繁为简才是智慧。我喜欢旅行，喜欢到一个新的地方时的那种新鲜感。当你心中烦闷、困惑、不知所措时，旅行给人带来的那种开阔、惊奇、快乐，能将一切烦恼都置之度外，全心全意地投入到自由当中。我去过非洲腹地，攀登过喜马拉雅、乞力马扎罗等高山，明年计划从南美洲去南极。没想到李先生还是一位性情中人，我很欣赏你的生活态度，可是现实往往充斥着各种无法避免的无奈，即使逃避，早晚也要回来面对。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像你一样，一遇到问题就能逃到国外去旅游。别看你只是个副教授，见识倒是独到。的确，每个人的条件不一样，遇到的事情也不同，但是烦躁并不能解决问题。很多时候，换换环境，换换脑子，能得到不一样的答案，没准问题就解决了。旅行只是一种形式，还有很多别的方法，比如逛街、看演出、喝咖啡等等。对了，庄小姐，对咖啡有研究吗？不敢说研究，略懂而已。那太好了，国贸三期有一家很不错的咖啡厅，那里的咖啡味道很正宗。如果你要有兴趣，我想请你去品尝。对不起，我没有跟陌生人喝咖啡的习惯。确战了，古人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你不跟你的对手正面接触，你怎么有可能去战胜他呢？还是激将法，星期六下午2点，我会准时恭候你的光临。少了冬季的春，还是春天吗？女孩手里攥着一个夏，我看你狂奔的步伐，永远别想追上你吧，远远的，那风儿被你留下。爱情啊，来世一场啊，呼，你不曾知道啊，呼，你无需知道呀，也许青春已经回家，会在家里等我呀，呼，永不停歇的小脚。自打你把他的视频发到网上之后，我这可就火了。
是吧？那可不，这才发那个视频，现在可火了，我已经有好几万人点赞了。哦，我看钱东都成网红了。咱得喝一个呀！我捧红一个艺人，祝贺你啊！我宁笑着不会长大，看院子落了一地花儿啊！你回眸让我回。出息，努力做好自己。